个就是所示资料库，先判断一下。那这两个是连结，再来的话呢，我要事件。那事件部分的话，我要在哪边做动作呢？因为我要画的部分呢，是在那个 overlay 哈 capture 这个 overlay 里面。那它的方法特别注意哈，比较特殊。前面都是 set 有没有？那这边的话呢是 add， 特别注意哦 ，add on 也是 on 哈 ，capture 这叫什么 perform listen 呢？这个名称。不过呢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记啦，有的时候就记一个点。你到时候在这边点一下 add o 后面就自动出来了。那不过规则都一样，事件的方法你就 new 一样嘛哈，在哪里呢？在这个 capture overlay 的 view， 那这个名称的话实际上就跟上面这个名称是一样的，这个名称，所以你到时候其实也可以怎么样呢，把这个稍微 copy 贴过来这边，然后呢点不要 add， 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地方嘛，把这一串也是一样怎么样呢，复制过来，然后呢小括弧大括弧后括弧分号，那就会怎么样呢，新增未实作的方法就是一直到这里，它就自动产生一个这个方法 on get your perform、哦、这个方法，那里面会带入两个参数，一个 overlay 一个 capture， 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画面图层，一个是手势，那带过来等于当有画之后的话，那手势也会传过来，那在哪边画也会传过来，那我们就要辨识说它到底写的是不是在资料库里面有存在， OK。 所以这里的话呢，我想各位先完成到这边好了，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123先把它完成，宣告连结，不过连结前面呢要做一个判断是不是有资料库，否则就离开，然后建立一个事件， OK。 好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那如果说这个程式太长你可能打来不及的话，可以参考光碟里面的光碟里面 example， 应该这个都是光碟里面的东西， example 里面这个 capture 里面的 source src 里面这边就会有个程式嘛，可以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好。